大家好，这一期呢给大家做一期分享类的视频。然后呢，看过我视频的很多朋友呢也了解到，就是我有很多视频呢是拍美国洛杉矶的一些古董店啊。这个呢，很多人好奇说你去美国了吗？其实没有，其实是通过的一个朋友，然后在美国，然后呢他给我拍一些视频，然后有的时候能通过他给我淘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今天呢这一期呢给大家分享的主要是我在国外通过海淘然后呢买到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古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艺术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哈。这个收藏呢其实呢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广泛一点，就是有很多国外的很有意思的东西呢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关注并且呢我们有能力的话也可以去收藏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海外的一些古董。它并不是说国外的东西不是很好哈，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也非常很好的值得我们收藏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一期呢给大家做一期关于西方古董的一个分享视频，